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哎，来啊，欢迎光临。所长，真想不到所长你会来这种地方消费，太意外了。本店采取公平公正的计价方式来宾贼哦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我不是来这里消费的，我是接到有人通报说这里有警察在马路上公然拉客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果然就是你，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？我来打工不行吗？你在打工？谁说你可以在这打工的？可是如果我不打工的话，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所长。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把钱都花在打电动还有买模型上面才会这样，你要怪谁呀？让金金不得已靠江嘛。少啰嗦，你给我闭嘴。如果被署长发现我跟你在这种地方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你先跟我来。再给我一个小时啊，等一下，再给我一个小时，我就可以领到打工费了。闭嘴，你这个超级问题人物。所长。两金，你刚才在做什么？哎，所长你也看到了，真是的，在后面也不早说，还挖错起来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我真是受不了你了！竟敢在署里做起酒店的生意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呀，可是一台车要洗要打了，才360元，怎么过活呀？少啰嗦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